女儿骗我说她还在上大学，其实她早就下嫁到一穷山沟了，给人家三年抱两胎。我急忙试管给她生的弟弟妹妹，让她鸡飞蛋打。女儿在校两年没回家看我，为了给她惊喜，我专门高铁去了学校一趟。可是辅导员却对我说：“你女儿已经辍学两年了，你不清楚。”我每个月给女儿五千生活费，她说在学校里上学。 结果辍学了。拨通女儿电话后，我却听到电话里有刺耳的攻击声音。随后我报警，根据定位找到了女儿的所在之地。我以为女儿被绑架，被人控制了，但是哪里知道？再见她之时，她手里牵着一个，肚子里装的一个，正在悠闲的晒太阳，听着流行音乐。她哪里像被迫的？我忍不住上前抢走了她的手机。 怒斥道：“混账！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他是我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是我唯一的掌上明珠。我拼命打下来的江山未来都要交给他的。可他在干什么？我怒火中烧，满腔悲愤。妈，在这里你不是上司。我忽然急了眼，赶紧拉着女儿的手，把她往我怀里拽。走啊，赶紧跟妈走，离开这里，我们回去。” 不要带孩子，这里不是好地方。你还小，不懂事，等着我回去带你出去旅游一下。我想把他哄得跟我走，毕竟他这个样子让我不甘，就好似投资了几百个亿即打水漂了似的。妈，我是自愿留在这里的，我真心实意想过普通日子，简简单单的多好。自愿，我的耳膜几乎被他震破了。 他知道“自愿”这两个字对我的杀伤力是何级别的吗？我忍不住走过去，啪的一声掌掴在他的脸上，把孩子弄掉，跟着我回去。以后你还是继承人，这些事我可以当做从未发生过。既然用礼貌拉不回来，我只能动手了。正在此时，一个黄发混混走过来了，他低腰牛仔裤，头发染成红黄色，穿的羽绒服。 但是把拉链拉开，露出了肌肉，他身的后还带着十几个鬼火，都是一种吊郎当的气质。带头的黄毛鬼火慢悠悠的走到我跟前，下一秒，啪的一声，他的耳光扇过来，我被结结实实的打了一个耳光。什么人竟然敢欺负我的老婆？也不看看在谁的地盘？在老子的地盘，老子说了算。黄毛嚣张跋扈的看着我。 而我的脸颊瞬间肿胀，难受不已，连带着牙齿都松动了几颗。这辈子我从未受过这种窝囊气。我刚要发火的时候，女儿忽然站在我的面前说：“妈，你不要怪赵波，他只是太爱我了，不让我受到一点欺负。他之所以打你，都是因为你刚才对我不好，加上他不认识你，所以就动手了。”女儿和我对面。 却把赵波保护在的身后，明明对我说话，但却看着警察。显然，他们害怕惹上警察，所以想把故意伤人的事转成家庭矛盾。这一幕刺激的我连连后退。忽然，一股钻心的痛从我的脏腑奔涌而出，我哇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我愤怒到了极致，濒临暴毙的临界点。我忍着即将眩晕的揪心感。 死死的盯着女儿，所以这两年你谎称在学校骗我生活费，实际上你下架了。女儿有点慌乱，但依旧不忘理直气壮的狡辩：“妈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？什么叫下架？我和赵斌两情相悦，十分相爱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他的人品也很好，对我百分之百的呵护。我不希望你用‘下架两个字侮辱他。” 明明我都这么难受了，他还要站在赵波的面前，生怕我生扒了赵波吗？我悲愤的闭上了眼，用十秒给自己调节了一下情绪后，才继续说：“我只有你一个独生女，从小我带着你打高尔夫，带着你钢琴、游泳、骑马、射箭、跳舞，把你送去贵族学校。周围的那些阿姨都生了两个、三个，而我坚持生了你一个。” 就是不想以后有人跟你争夺财产，有产业都比你一个人。只要你好好学习，健康成长。可是你却连大学的都不上了，你要跟着一个混混，这混混能比你什么？我想不通，哪怕我难受到又发了我的心脏病，但是我也要问清楚。一个白富美找什么门当户对的不容易，她却来这个犄角旮旯的村子，而且车都开不进来。 我进村子的时候，把车停在老远的地方，走了半个小时的山路才来到这里。网上有一句流行的话：“小日子都找不到的地方，竟然被我女儿找到了。”她到底图什么？哪怕一向雷厉风行而又冷静的我，也变成了撕心裂肺。妈，因为你对我关爱少啊，你整天想着做你的事业，可是我不想那么累，我只想做一个小女生，我不想成女强人。 但是赵波不同，他让我靠他，他保护我，把我当公主，他简直是太可怕了，差点让我暴毙。不行了，我心脏太难受了，一股窒息感让我站立不稳，直挺挺的晕倒了。晕之前，我一听到圆圆对赵波说：“我妈有钱，赶紧把我妈送去附近的医院看看，等她病好了，说不定可以接纳你。你那一巴掌也的确太重了。” 以后注意点，我为什么生出这类孽障？随后，赵波亲自过来抬我上车，我意识上有残存，感觉他的手在我的身上游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醒来了，在一个陌生的小医院，甚至是都算不上医院的地方醒来了。圆圆挺的大肚子守在我跟前，等待我睁开眼睛的那一刻。妈，幸好赵波，你才能及时被送来卫生院。 赵波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要记得报答他。我失望极了，羞辱无比的说：“圆圆，给你一个选择，要么选择我，要么选择赵波。你要是选择赵波的话，以后跟我断绝关系，我当做没有你。”圆圆立马高声质问：“为什么？你可是我妈，你是我妈，你已经对不起我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？”随后，他又高声的说：“妈，我选择赵波。” 但是我不会跟你断绝关系。要是你非要断绝的话，那我死在你面前。我不敢再和他聊天，再说下去，我肯定活不过今晚。我生的女儿竟然为了一个混混跟我水火不容。他以前也不这样。恋爱脑太可怕了，我多无能为力呀、啊。然而这只是刚开始。我从没想过，女儿为了磨我的棱角，为了让我接受赵波。 为了报复我对她的严厉，她竟然在卫生所外面召唤了一堆网红过来。网红来了后，女儿开始侃侃而谈：“我妈宋兰虐待了我几十年，今天特意把你们请过来，为了控诉我妈，并非我挑刺我妈，是因为我妈虐待我，加上这段时间我体验了底层生活，我才知道普通人多不容易。可是我妈瞧不起普通的人，她说普通人是贱人。” 是卑贱的畜生，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，我老公因为身份地位不高，哪怕救了我妈，我妈也毫不领情。宋兰就是一个瞧不起普通人的天龙人，而且据我所知，他还做了不少违法犯罪的行为。我是他的亲女儿，我该大义灭亲的。女儿圆圆在外面当的一众人义正言辞，而我躺在床上惊心动魄。他的所作所为让我后悔万分。 我不该生了他，不该抚养了他。老娘在老公面前竟然连一条狗都不如。我想挣扎起来，可是在这个简陋的医院，没人帮我，我连下床都做不到，只能听着女儿在外面把我说的一文不值。我要找我手机解释这件事，可是手机没电，也没充电器，我的身边也没其他人，我百口莫辩。 等到外面把我编造的差不多的时候，那几个大网红架着相机纷纷跑进来。宋兰，你是一个女老板，女强人，请问你是瞧不起我们的天龙人吗？宋老板，你女儿说你涉嫌违法虐待她，而且有偷漏的嫌疑，请问是不是？宋女士，请问你为什么那么冷血呢？你女儿都怀孕了，你应该关爱，可为什么还要虐她？ 这些人哪里是问问题？他们的每句话都是笃定的语气，几乎把我板上钉钉了。我来不及开枪，几乎就坐实了这些事情。很快，我被他们联合起来，打上了女恶霸的标签，甚至来不及解释。公司那边也在第二天被上面调查了，检查我们的税。女儿拉着赵波，则笑嘻嘻的站在我面前：“妈妈，带着我们回去吧。” 既然你知道了我的秘密，那我也不瞒着了。你要帮助我，你要是发声强调赵波是一个混混，丢人的是你哦。赵波急忙走到我面前，他把头发染回了黑色，还做了一个造型，穿戴也换掉了，看起来分明是一个正常的小伙。他走到我跟前，对我邪恶一笑：“妈，我们回去吧。你没儿子，以后把我当儿子，我和圆圆让你享受别人买不到的天伦之乐。” 以后你有很多孙子，我们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，不好吗？以前圆圆瞒着我辍学，每个月让我给她钱，她下嫁得上大拉。现在被我发现了她的秘密，她就先发制人，不给我活路。她不顾念亲情，狠辣无情的让我心里发毛。但是她对赵波是真的温柔缱绻，郎情妾意。亲爱的，妈妈在住院，先在这里住着，你给这里的大夫打个招呼。 让妈多住一段时间，你再把你爸妈叫过来，跟着我们一起住别墅。女儿对赵波的眼神溺爱而又崇拜，她真的是山猪吃不了细糠。我不懂，不懂眼界那么高的女孩子会嫁给一个这样的货色，我绞尽脑汁都想不通，便问了女儿。女儿圆圆给我解释，自然是因为爱呀。王宝钏为什么爱？祝英台为什么爱？ 他们都可以，为什么我不行？妈，我爸是死得早，可原来我爸不也是泥腿子吗？我是学习你呀，因为你的骨子里有这个基因。怎么被我继承之后你就不高兴了？原来他是这么看待我的。我当初找的老公虽然是泥腿子，但是人家有些学历，有上进心，还是一个潜力股。只是我老公死了而已。为什么在女儿的嘴里？ 自己的亲爸和赵波是一个水平的呢，看着无药可救的女儿，我只想她赶紧自食恶果。可我浑身无力。很快，女儿带着赵波一家子回去了。他们住了我的别墅，去了我的公司，用了我的保姆，开了我的车子，带了我的珠宝，用了我的钱。他还时不时给我狠狠地炫耀：“妈妈，你后悔了吗？后悔当初没对我好点了吧？” 后悔当初逼着我去学习，去学习各种没用的东西吗？这都是你该得的，养不教父之过。反正我爸死得早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过错。口口声声说我对他不好，我只是忙于工作而已。早些年我要是不工作，他只能喝西北风。他享受了我的一切，到头来却恨我，觉得我逼了他，被他造成了阴影。我真的是恨不得养一条狗。 但是我知道，我情绪波动越厉害，越难受，我的病就会难受。这里我暂时无法离去。终于，卫生所来了小护士，我急忙对小护士央求说：“能用一下你的手机吗？”那护士鄙视的看了我一眼：“你用我手机干什么？你没手机吗？真坏！这小镇子的卫生所，几个大夫和护士都被他们洗脑了。” 还以为我是恶心的坏东西。我看了护士年纪很小，还爱美的样子，于是我把一枚装在口袋的胸针给了她，纯金的。借用一下你的手机。那护士才把手机交给我。这个时候我稍微好点，可以说出完整的话了。于是给我助理拨打了过去。助理带着哭腔说：“老板去哪里了？出事了，有人查税。” 这算什么事？我从来不怕被查。赶紧根据这个手机的定位过来，带着我去大医院，去市区医院。这个卫生所最多可以让我休息一下，喝点很常见的药物，对我没有丝毫的治疗。在这个简陋的卫生所，我几乎是自生自灭。很快，助理赶来了，还带了几个保镖。有了助理和保镖，我被安置到了市区大医院。 是以前对我做过心脏手术的医院，有了好的医疗条件，我肯定能很快好起来。只是我住院的消息还是很快被圆圆和赵波他们二人知道了，哪怕我回来并未声张。女儿知道后，第一时间来了医院，给我带来了无法弥补的阴影。这一次是圆圆一个人来的，她看到我的时候，扑通一声给我跪在地上，硕大的肚子看得这惊心，妈妈。 我后悔了，我要选择妈妈，我不要赵波了。他卷着家里的一切跑了，他跟我在一起，分明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我。妈妈，我知错了，求求妈妈原谅我。这是看了我回来了，又来卖惨，还以为我是孩子呢。我是比较了解他的，他很小的时候就这样，变得弱小的时候可劲儿的贬低，面对强权的时候他很能讨好卖惨。 因为他的性子，我教育了他很多次，结果换来了他恨我。真的，你真的选择了我。既然要玩儿，那我就好好跟他玩儿。我对他的母女情全部断了。我现在只想他后悔不已，不得善终。是的，妈妈，我选择了你，我以后要跟着你，你才是我的妈妈呀。我招招手，让他赶紧过来，然后抱着他。 和小时候一样抚摸着他的头发，虽然我不甘心，也会难受，甚至是想着他小时候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心软，心软的下场就是他和赵波让我万劫不复。好，太好了，早点选择我就好了。我眼里有泪，她从我肚子出来，那种母女情始终难以割舍，但是我不能原谅她。当晚。 圆圆就守在我的身边照顾我，我原本对她不放心，所以对她多了一心眼。结果半夜的时候，赵波也来了，他们都以为我睡着了，竟然准备在我的针药里动手脚。无毒不丈夫，他根本不会接纳我。圆圆，把这药注射进去，他就离开了。以后我们拥有一切，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。圆圆迟疑了一会，有点纠结，但最终点点头说。 好，反正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就说我性格有问题，还很少陪伴我，又管我太多。他不是好妈妈，那就给他安乐一些吧。我想让他后悔不已，遭报应。他却想的我不得好死，我心又开始揪痛起来。突然无法忍受的大声喊叫：“救命！我心痛！”我一开嗓子，赵波和圆圆立马停止了手中的动作。 不过，圆圆对我的眼神多了几分提防。等着医生迅速赶来给我治疗了之后，我若无其事、冷静地拉着圆圆的手：“圆圆啊，你不是说和赵不分开了吗？为什么又要带着他来？”圆圆松一口气，故作单纯的解释：“他自己要来的，本来他都跑，结果又来了。我现在讨厌他，就把他赶走了。等一会我报警，把他抓住。” 等一会赵波跑了再报警，这蹩脚的解释哄谁呢？为了让圆圆自食恶果，我有了法子。配合医生治疗的时候，公司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。哈哈哈，没事，我们公司是干干净净的，每一笔税都清清白白。助理给我说的眉飞色舞，本来就干干净净，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。把调查结果马上放出去，还有。 把以前做的那些慈善都公布出去，以及把那些个散播谣言的网红都给我告我！我毫无顾忌的心思，既然要做，那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绝一些。很快，公司那边把结果和以前做的慈善全部公布了出去，顺便还给网红发了律师函。不会吧？素兰是好人啊，她很多关爱老人的慈善都是自己悄悄做的，她还建了学校。 还帮助了贫困学生，而且公司清清白白，毫无问题。那就他女儿造谣说鬼话，那女儿是傻逼吧？原本我还以为她是大义灭亲，哪里知道她是天生坏种，恶劣恶心白眼狼。风头一夜之间全部对准了我的女儿，她成了众矢之的，甚至是被打上了恶女的标签。妈呀！大家赶紧看。 白富美学生下嫁给山村小混混，两年骗生活费，谎称在学校，实际上二胎都有了。我为什么不把这狗东西给掐死？这女儿还是断了关系吧，简直是垃圾东西。应该把她送到三角洲，反正她是山猪，在那边才能如鱼得水。整个网络心知肚明，很多人都清醒独立，大家原本苦苦挣扎，谁不憧憬有一个好的背景？ 结果却有含着金汤匙的脑残白富美，自然会撑爆话题度。圆圆没见过大的风浪，一直沉浸在他的小爱小恨之中，所以面对这样的声讨，他能接受吗？等到出院回家的时候，就看到他消瘦憔悴了。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他就像疯狗一样扑上来。妈，为什么？你是我亲妈，亲妈！他还恨不得拎起我的领子。 那样子好似要吃了我，而我对他没有任何期待，有的只是一腔愤怒和失望。你在卫生所的时候是怎么踩我的？你带着赵波要弄死我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妈吗？我没把你要杀我的证据送出去，就是顾念你是我的女儿，养不教我知过。宋媛媛，你给我装什么装？我撕破脸了，比他还要疯。家里的镜子。 折射的我面目狰狞，眼里更是猩红一片。我的情绪还是爆炸的状态，和煤气罐子似的。圆圆忽然放声大笑，哈,哈哈哈！那又如何？只要我不上网，只要我不离开这里，这个家我永远可以住。我还是你的唯一继承人，而且我和赵波没拿结婚证，你能把我如何？你是能把我杀死，还是把我赶走？ 又或者把你将来的遗产全部变卖，他以为可以轻松拿捏我，但是殊不知他的话却让我醍醐灌顶，可以说给我提供了一个要报复他的神兵利器。我忽然笑了笑得发抖，浑身发颤，甚至是无法控制。好，以后你还是大小姐，就在这个别墅住着，每天跟我一起，我让你看着我。撂下这句话，我满心的计谋。 小丫头跟我斗，还嫩了。若不是亲情绑架，她根本不够我塞牙的。我瞒着她出国了一段时间，在境外我试管了。她不是自诩唯一继承人吗？那我让她崩溃，让她失去一切。试管很顺利，我回家的时候无一个人知道。但是随着我的孕反出现，圆圆终于有了察觉。妈，你别吓唬我，你怀孕了。 看了他即将分娩的状态，我双手放在肚子上，温柔地说：“是啊，爱你就比你生了两个弟弟。啊”阿妈，你到底有多恶心我？我恨我，为什么要给我生弟弟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要弟弟，我不要！你都老了，你都四十多了，为什么还要生？你不知道廉耻吗？你生孩子的时候怎么不问问我？你为什么不尊重我？ 圆圆疯了，这是他最疯的一次。他就像被触目的野兽，恨不得把我撕咬了。看着他发疯，恨不得吃我的样子，我就知道这是他的七寸。你都发誓要生三个，你不能弄双标。你自己可以生，我为什么不能生？我是缺钱了，还是缺什么了？我什么都不缺。不要说二胎，就算是三胎、四胎，我也可以生。生育自由，你管不了。 而且我也不让你养，所以你闭嘴。我骂的极为酸爽，就像我找到村子里他骂我一样。我不知道打脸的时候可以这样爽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反正你不行，你只有我一个。你当初自己说的，大号废了，老娘练小号没关系吧？你都废了，你对我要求什么？这个别墅我卖了，新的业主明天到，我要搬去别的地方住。 要保护你的弟弟呀，免得你对我行为不轨。看了女儿疯狂的神情，我笃信这条路走对了。不过更刺激的还在后头，他以后的体验就能把他作死。女儿不愿意搬走，在别墅里住着不知道多舒服，她是很难搬走的。但是我卖了别墅，这是别人的了，就和我没关系。无处可去的女儿，自然很难回到赵波的老家。 他在电话里跟我哭诉：“反正公司那么大，你要是不给我住的地方，我去公司住。”我冷嗤一声：“谁说不给你住的地方？我安排你去公司的公寓入住，你在那里生孩子、坐月子，看得我每天给你发好消息，保证你会得上抑郁症的。我们可以死杠到底。”女儿崩溃了，但是拿我毫无法子。她要迫切的有居住的地方，生孩子、坐月子。 现在覆水难收，她再也回不去那个乡下了。很快，圆圆又生了一个女儿，一胎是女儿，二胎还是女儿。据说女儿的婆婆为此意见很大，非要逼着圆圆生个儿子。圆圆以前有我撑着，所有赵家人都捧着她，但是现在和我闹掰了，她自己丑闻缠身，加上生了女儿，便什么都不是了，所以圆圆无法忍受。 坐月子的时候就跟我哭诉：“妈，你救救我！您不能见死不救，我都要死了。我二胎还是女儿，汤她是给我脸色了。赵波对我也不是真爱，他怎么能那样啊？以前对我多好啊，哄得我，把我捧在手心里。可是现在他听他妈妈的。这一次，他的语气有很浓郁的忏悔感，字里行间都是深深的委屈。但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 他都想杀我了，难道还指望我可以对他网开一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可是我也有事啊，我就也怀孕了，难受，还要给你生弟弟，我没时间管你。说罢，我找了一个视觉很好的地方，新的别墅在海边，视野极佳。我站在新别墅面前，摆了一个优雅的造型，然后自拍了好几张照片，再一股脑的给圆圆打包过去。看看。 妈妈也怀孕了，年纪大了就要好好养自己，免得动了胎气。你弟弟不高兴，圆圆大哭大闹了起来。你重男轻女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是你女儿，你都能见死不救，果然有了儿子就是偏心眼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怀儿未必是儿子，而且将来也不见得能生出来。毕竟你年大了，生孩子很容易短命的。他每次生气都会说一些刺激我的话。 来让我难受，每次我难受了，他就高兴，好像能获得战胜我的爽感。想必现在他心思也是一样的，用语言刺激我，心里却叫嚣着让我流产。可是我依旧很优雅的说：“放心吧，你好好睁大眼睛等着看，我会给你带来什么惊喜。”我隔三差五给女儿发照片过去，发我逛街的，发我入账的，发我坐在几百平别墅里养生的。 发我海鲜大餐的照片给他。以前这些他唾手可得，我都亲自安排上，从来不让他羡慕别人。现在我让他疯狂的羡慕我。当我发到几个保姆一样诗的时候，他再次崩溃了。我一个人坐月子，连月嫂都请不起，你却让那么多人伺候你。啊哈！听得圆圆的嚎啕，我可太爽了。虐他，就要虐他的身和心。 将近十个月后，我顺利分娩了一对龙凤胎，儿女双全。我原来压根不想二胎的，把一切对圆圆多好。我打算全心全意的托举他，可是现在托举一个白眼狼，我还不如练号。我把龙凤胎的照片发给了圆圆妈妈：“给你生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妹妹的话以后按照小时候培养你的规格一样，弟弟的话以后可以把事业都给他打理。” 当然，你的弟弟和妹妹会平分我的家产，我会一视同仁的。用妹妹刺激圆圆，让她觉得她不再是我唯一的女儿，从而让她嫉妒的要命。用弟弟刺激她的争强好胜的心思，让她觉得她将不会再拥有我的一砖一瓦。她还能好好的生活下去吗？为了观察他的生活，看他的报应，我让助理跟踪了过去。 赵波又找了新的女朋友，带回了公寓，企图把圆圆和孩子都给赶走。给我生了女儿有什么用？不招我妈的喜欢有什么用？就连你妈你都搞不定，你不是说你妈只有你一个吗？不管你怎么作死，你都是你妈的心头肉，她的就是你的吗？可是到头来，你算个屁！滚回去！赵波原本就是渣男，圆圆少了白富美的光环之后。 他就暴露了本性，在圆圆的控诉之下，他抓着圆圆的头发就把他往外面拽。赵波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不能！我是你的老婆，我曾经把我妈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全部给了你，我对你那么好，可是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自以为是的东西！赶紧给我滚滚！赵波拳打脚踢伺候圆圆，让他带着刚满月的孩子。 和大女儿无处可去，想不到她的下场那么惨。妈妈，你是外婆呀，你不为我着想，也要为你两个外孙女着想，他们都要跟着我露宿街头了。妈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他还不忘道德绑架我，我这个女儿真的很好很好。这个时候还不忘把我往泥坑里拖。两个孩子是无辜的，但是我不会带回来，找人把孩子给收养了吧。 我的圈子有不少没孩子的父母，圆圆那个性格原本也只是想利用孩子博取我同情的，其实他不爱我，也不会多爱自己的孩子，到时候孩子是真的很惨，所以还不如让那些孩子跟着新父母，他的报应也不该由孩子承担。助理理解我的想法，便帮忙联系了很多无儿无女的富贵家庭，人家出点钱。 就顺利让圆圆脱了手，她不配当妈妈，也不配当女儿，她就应该一个人孤独终老。